다소 짜증했다고 하네. 来看呢。哎，还是我先看到，对安尼就无礼貌呢。伊面还阁有同款的啊。我就是要爱这条。好，安尼哦，这条给你啦。啊，不过你莫去用，我用过啊。不准提。想要你用过啊。你家己讲你这条的呢？我的重点是，你不应该在我当在看物件时直接家己提走，安尼就无礼貌诶。好，是我唔对，我甲你为失嘞。无安尼啦，你先算，你无爱啊，我要提起付钱。我两条拢无爱。好，安尼我去付钱。你敢知影我的专长是啥？我的专长就是你爱把人生气啊。上有效的就是哦，把人咧骂你的时阵，你就卖插，予伊哦一直跳，一直跳，一直跳，跳到家己爆炸。哎呀，是这条上水啦。我派人接你来黄喜休困，你给我稍等下，这要到。上个来接我，我主动。在家啦，啊，为着一条围巾啊，群众我什么看不得是？我给你钱，送我包车，你紧开车啦！我看你是去抓到少个无礼貌的人，对不？好啊，带着铁棒啊！叫你开车，开车弄啥啥？你哪敢安尼哦？我着。要安怎？好啊，叫人来啊，听你驾驶。我拜托你，你紧开车好不好？说请谢谢对不起，请你开车，谢谢你，对不起。高啊，会当落车啊？你今晚拍算要搞到等你家是无？你会当叫客人车？好，我要上班啦，再见啦。你就无礼貌，我咸无水准。哎，你留谁问？什么 New Seven 啊？哎呦，新七啦！我 No Seven， 无七啦啦。叶彩希，你拢已经到啊？是该要去倒？我头一摆哦，看到小董的提七大的行李箱呢，还敢不是伊查某囝？赚钱还尔济啦，为着无咱的代志。是啊，送我钱就好领钱，你就找着我了。你是派人干啥？我是关心你，烦恼你的安全。是讲你哪会知影讲迄个同伙是我的人？啊，你搁家己上牛车？迄人是咧细汉，真大尾嘛，搁真无礼貌。好了嘞，叫伊替我好好来解释。别这样啦，让我淡薄仔面子。你若是真正烦恼我，就别给我一个人等在日本，无影无去。我每天这样给你请安问候，还给你视讯，是你自己不爱接的。我是这样一直打电话给你呢，是我不对好不好？我不应该让你这样不欢喜。那你跟我说，看到底是应该要怎么给你赔罪，我绝对200%做我到绝对不会反抗，这样好不好？没爱。卖聊做我唔知影，你即马先安搭我，过过两天啊，才可能甲我押转去日本。喂啦，你放心，这边你想要待偌久就待偌久，拢总听你的。只要你卖生气就好。我就是爱生气，啊，不过我搁较爱你。我常常拢在想，想讲你是不是永远无去？
真正足惊你会无去，我真正足惊。我半暝真神的时阵，身躯边拢无半个人，我就惊快强抓回去。你看，别人的目屎是珍珠，你的目屎变成泉州呢。我就去啊！哎，我来给你挂去。嗯，我已经没挂。等你开我办欢迎派对时阵，我才要挂。天气变冷啊！真好看。在办公室，真侪人在处处提点呢。我这不管会去谁看到的，我要把这阵仔无整着的拢总整倒。你。你讲。姑娘，是你给雷哥通风报信的对吧？姑娘，什么代志？少爷应应找应要去酒驾啊。喏、哦，我你要先叫经理交代因伫咧酒驾等我。是，我已经叫来约束，到刘谦呐，这等我遐。多谢你替我温某这个秘密啦。这两天你面对人心，一定感觉足自在。我答应过人心，绝对改变秘密。是的啦，哥以后唔敢，安尼好不好？那无，我家己罚三杯，当作是赔罪。是谁提醒我的宝贝啊，客气啊？客气。无啦，是阮哥咧甲我讲耍笑的，伊讲伊是要啉酒。我就直接带伊来，希望无搅扰到你。讲什么搅扰？但你要紧的人，就是客别要紧的人，拢无客别交代。坐啦，麦起来。其实，杨生村上岸东港，我有在场啦。啊，我着亲目睭看到你晚辈办的。想袂到我一时冲动做出来好多代志，竟然毛小当会看到。所以，你是跟阮嫂啊在结亲。阮哥会安尼做，上主要原因是阮妈伫背后塞龙石灰。即摆误会拢已经解脱开啊，大家嘛知影阮哥迄个时阵是甚么款的心情，嘛原谅伊啊。阮爸嘛给阮哥到勇士做总经理。那养生村补助案，这是阮正业辛苦打拼争取的，最后这个公平煞拢伫你的身上，安尼敢对？其实哦，当然轻松的。虽然讲我人无在场啦，啊，不过我会当想到讲，明宏嫂啊，绝对是会用这个话来打击你。所以你敢有想到讲，你要安怎应付伊啊？那安尼，我会甲伊讲，我绝对袂偏正业，嘛袂抽正业的功劳。而且我会真拍拼，伫咧工作上好好协助正业，刚性替勇士创造好业绩。只要我交出成绩，明宏阿姨都无话通讲。讲到嘴角全破，巴肚内说什么都拢无。我听说啊，奈起出这款好心，看来快替郑燕加加注意挂，可免伊替郑燕惹一挂麻烦。妈，你咧创啥啦？你奈巴肚啦？我无紧，免烦恼啊，老婆我无醉啊。哥讲无醉。你讲话拢大字啊！规身躯臭酒味，你是跋落去酒桶哦？我无跋入去，不过我甲阮哥确实一人抱一桶啉。恁两兄弟家己啉，嘛会当啉遮尔济哦？无错，我爱互阮哥欢喜。是咧，我无应该对你有秘密。
过伊是阮哥。秘密，什么秘密啊？他刚是表舅。陈燕今两天有心事，敢是因为表舅？我问你，我伫你的心内到底是排第几名？一级棒。我看应该是最后的一名。你对我来讲哦，你是一支，嘛可能是一支，一支。这两支，嗯，讲个真好听。那恁是阿玲客家代志，我唔知影。我才拄转来，我连椅仔拢阿袂坐烧，是听着你的客家，就虽然我离开，但是我袂见本感觉。原来你是伫咧想起这件代志。这个客家是我拄阿在恁的，还阁无这个机会来介绍恁熟识。我是因为想讲你才来台湾，可能真忝，叫你较早回来休困的啦。伊今年30岁。30岁？哎，伊比我较早一岁，啊，伊叫我客母，唔能讲叫我老去。这年纪甲辈分是两回事呢。真侪年岁当做你遐讲的人，拢小声要叫你客母，你也是要收是收不了。因为另外做客户嘛，是为着要接近你啊，点么意思？当初拢是因为你救我，才让我脱离一款悲惨的命运，甚至改变我的人生。是你让我幸福，让我地位，所以这世人，我袂离任何人来做我的情人，我只要你一个。那你有做你含伊保暖的时阵，带我去。伊做客囝，总是熟悉一个伊的干妈，对吧？只是讲伊这个干妈哦，伤水啊。虽然讲我这个客囝已经结婚啊，啊，不过我嘛是会惊伊看到你，伊嘛可能是会对你动心。所以我只有把你藏伫个厝的。我烦恼你也是一出门，啊，外边一个有翁的太太，伊嘛是会烦恼因翁看到你。可能是会变心，因的婚姻就会发生危险嘛。嘴真甜吼，就敢那你哦，会对我讲一款话。嘛只有我，会当对你讲这话。任何人敢对你安尼讲，我就绝对让伊这世人永远拢无得开嘴。静华，你较早入去休困嘞？只要让我倒在你的身躯边就好啊，不管哪里就好啊。我要思密，我要思密。上次伤过严重，失血过多，
经过了预料的时间。看这个遗憾，永远拢无法度再弥补啊！